下不下了？不下。你下我没事，你就站边上拍就行，拍个照片拍了。有。没事。你先下，下了我把车靠那边，我也去。Kita mau cari cari buah. Ini buah apel, buah apel. Ini tidak ada yang tidak ada. Ini paling paling cuti dah. Di sini, di sini. Lengkap ni. Tambah lagi juga.Lagi ngai kau kena kena dia, bukan lengket.叫一个耗子，那边呢？这个，这个，随便挑一个，你喜欢就行。拿下！见过他没有？我看一眼那个兄弟兄弟。什么？我说你见过他没有？连一个没有。这原料吗？什么岗位？那行，我也没有。什么岗位？检修。我有检修，见过吗？见过没有？你们不是有一个在我们检修了吗？啊，原料检修吗？有的现在退休了。啊，我就听说他8月份回国了吧？嗯，对，真没闲干，世界公认的。这牛大外头有面子，哇，这个好嘞，啊，配老板，一二，等一下，我也想，没事嘛，小伙子，你来看看，没事嘛，那都我这吃你是不是？啊？我能吃你是不是？没有认呢。这吃你认识不认识？哦，不认识是不？不认识。这个，你们国家给你？哎，是的。这么厉害的猪，你看。广东啊，这啊。现在。我现在。7月5号的。去年也是这样的。去年没有。我觉得那年不是在上海吗？我是在海南，这是国际的，国际，这几个字你不认识？国际，就是在整个世界，美国、日本那些全部国家都参加。张志伟吗？不是在这里，在运城。就是在运城。运城。然后苹果的苹果拿了2等奖。啊，这就是说了，可以说你现在吃这个苹果，是去了这儿。你要想吃到，都很不容易。哦，你去外面买这里的苹果不好买，基本上都没很多冒，说不定都有冒充的啊。假货嘞，假牌货多的是，但是这就是来整容的。整容。对。这都不是。人家人都能买。都还能买去。买去，200多的，有垃圾没？
擦一下。他的。看的，手干净的。都有好吃，有这中国人就是吃大一点，是这样。看到没有那个？嗯，五十。你带着，里面装的都是这么大的。哥们子，你先要折卖这个。哎，这么大，这就是大的，人家看你的，有大的有小的。看你想要哪个？不是，有五十的，有四十的。啊，有五十一袋的，有四十一袋的，一袋就有，还有三十斤的，还有三十斤一袋的啊。有三十块钱一袋的，就是说有三十一袋的，有二十一袋，有四十一袋的，有五十一袋的，不要太多，不要那就这一袋就是二十斤啊，二十斤没多少，没多少，二十斤，二十斤，啊，知道了，你们两个还要不了一袋，多，一个人给的，我给，可以。可以，你看你要几十的，知道吧？三四五要哪个？四十的、五十的？三十的是这个比较次一点，身边这个有毛病稍微大一点。四十的，是这个毛病很小，但是要有。五十的有一点，它是这个关键是骨骼大。嗯，是这样的。这你看看，你自己选，这不是你看一下，你去看一下，你这自己选。可以看。啊，外边这是三十，里边这边是五十，里边是多少？这是五十。这个五十这么多，这不，我问你不能折这么多，这个太多。要像凯度。我们两个就买东西，肯定要去一定会都是两袋店，我买西西，肯定。